敬宗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行医行医第四菩萨六度在敬宗同学修行所则第四页第四页第五行，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四条就是菩萨的六度。第四，菩萨六度，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这个一段出自于《无量寿经》。菩萨六度，这个度在梵语是叫波罗蜜呢。波罗蜜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道彼岸。那如果用直译的文法译叫彼岸道。好像我们说先喝水。这个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文法都是用这样的那么外国大部分它就是倒装句的那讲喝水先那我们说到彼岸它彼岸到了那当然意思都一样了。那么这个度这个字如果加上三点水就是渡船的渡，因为你到彼岸从这一岸到对岸这个当中有大河大海或者大江江河，那从这一岸要到对面那一岸那这个就必须要用摆渡所以过去我记得小时候到外婆家呢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桥梁我三舅都在帮人家摆渡那这个让大家水洗啦让大家水洗。我们小时候过年要跟母亲回外婆家呢这个就要坐渡船所以这个从这一岸渡到对岸去这个到彼岸去。那么这个渡就是必须有那个渡船你才能渡得过去。这个是形容比喻所以这个六度又称为六波罗蜜主要呢这个要有智慧就是第六度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这个聪明智慧智商很高那个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那个智慧佛经称为四智辩聪就是世间的才智那么他很有辩才聪是很聪明反应很快智商很高那四智辩聪世间的
才智了。这里讲的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自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了。啊，这个才是佛经上讲的智慧。啊，因为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必须透过翻译，啊，梵文啊，换成中文。翻译法师啊，怕人产生误会啊，所以就用音译，他没有用意译，没有翻他的意思了啊，因为般若啊，翻成中文是智慧嘛。那智慧我们就很容易误会了啊，以为哦，某人呐、啊，他很聪明啊，智商很高啦。他很有智慧啦，啊，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讲啊，啊，那么为了区别啊，佛讲的那个智慧不是世间人所理解的啊，这些聪明才智不是这个，啊，是用音译啊，翻他的音啊，把中文啊那个发音啊跟梵文接近的。把那个把它翻出来，翻音译，那么要讲经的时候再说明啊。那这个般若啊，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啊，再把它解释啊，中文的意思啊，就自性般若智慧。我们学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终目标是相同的，方法门径很多不一样啊，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了，目标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修学的方法门径那就很多了。那么这个前面的五度，如果没有第六度这个般若智慧啊，那就变成世间的法了啊，你会得到人天福报啊，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啊，没有般若智慧，那就不能算度了。啊，也就是说，不能称为波罗蜜了。啊，因为啊，到不了彼岸呐、啊。波罗蜜是到彼岸了、啊，到不了彼岸了、啊。所以必须加上般若智慧，所以每一度它都有般若智慧。啊，这样才叫六度六波罗蜜。那菩萨呢，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了。那当然啊，他所有的行为啊，就六度万行、万事形容啊，啊，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啊，各种行为啊，那是太多了。啊，归纳起来啊，就是这六大类了。啊，所以每一度啊，前面呢、啊、五度啊，每一度它都有般若智慧。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最具体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般若》啊，啊，《金刚般若》。啊，修学啊，佛在《金刚经》前半部就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
而行布施。啊，那布施啊，要三轮体空，啊，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外不见布施的对象，中间不见布施的财物。啊，那这个不见呢，不是看不见呢，啊，他就不放在心上了。啊，我什么时候布施多少啊？啊，布施给某某人呐，啊，啊，这个就三轮不空了，啊，啊，这个就着了色身香味触法了。那《金刚经》教我们怎么修布施，那就能开悟了。就能超越了，就不要去执着了，不要着那个相。那是要去做，啊，不要着相。所以在《金刚经》讲义，姜文荣老居士也讲到，这个菩萨修六度。那《金刚经》讲的简单了，持戒也修福了。那修福就是布施啊，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财布施有外财布施、内财布施啊。外财布施啊，我们身外之物啊，这些财物啊。内财啊，就是我们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工作，啊，为大家奉献，啊，像道场来做义工的，啊，在家出家这些同学，啊，大家来做义工，啊，义务来服务，用自己的精神、时间、脑力、体力啊，这样啊，来为大家服务，那么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啊。你帮忙擦个桌子啦，扫个地啦，清洁啦，等等的，啊，这个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所以布施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布施更为殊胜了。那么布施的范围啊，非常的广啊，很多方面啊，实在讲啊，我们每一个人呐，啊，每一天做的，实在讲也离不开六度了，啊，只是有人知道明白，有人不知道，啊，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了，啊，没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哦，不，他不知道啊怎么修布施了。那讲到布施呢，啊，我要拿多少钱，啊，实在讲啊，这是布施的一个项目了。还有内财布施啊，啊，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啦，他每一天呢，啊，要打理家事，要做家事，啊，从早忙到晚啊，要洗衣服、煮菜，来供养这一家人，啊，把这个家照顾好，然后奉献啊自己的脑力、精神、体力、时间，啊，为一家人服务，他也在修布施啊。那么我们以此类推，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布施。
所以啊，一个整个社会的人啊，大家都有工作啊，都在布施了。那没有学佛的人呢、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认为呢，我来工作，那为了赚几个钱嘛。啊，他不知道啊，是布施啊。如果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人人都能修布施啊，都可以修啊，啊，有钱没钱都能修啊，你在任何工作岗位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啊。我把这个我的分内工作做好。你是布施啊，啊，那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做的就生烦恼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还不是为了赚几个钱啊？还要看人脸色啊？做的心不甘情不愿，那就把这个布施啊啊，就变成。烦恼了，布施啊，主要对治兼贪啊，兼令贪喜啊，兼就不肯施舍，自己有的不肯施舍，自己有财物啊，需要帮助的人他需要，不肯帮助他。坚定那希望啊自己得到更多财物啊，赚钱啊，要想更多，贪心啊无止境。那布施就是对治我们的坚贪啊，坚贪啊，就是把坚贪这个心放下。那这个外财啊，那内财呢？啊，太过分了，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懒惰懈怠了啊，怕做事啊，做点事情啊就怕累啊，爱惜这个身体，好逸恶劳啊，那这个也是兼贪了。啊，贪图自己的享受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啊，在这个光碟劝导我们呐、啊，啊，出家人呐、啊，啊，要吃苦的，穿补的，啊，要修苦行啊，啊，要布施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他这个光碟呀、啊。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一天做到晚，他没有为自己啊，他完全都是布施，完全都是布施啊。他有多余的粮食啊，啊，那是接济啊穷困的人。啊，捐给国家，啊，自己很辛勤的工作，啊，他把这个身心世界都放下了，啊，都奉献出来了，啊，自己也没有吃的比较好，穿的比较好，啊，人家的供养啊，哎，就是辗转啊去布施了，做好事。做社会的这些善事，修桥铺路啦、啊，人家有急难啦、啊，帮助，啊，这个就是通通的布施啊，也表演给我们看。所以布施啊，主要啊放下兼贪啊。那么偶遇祖师在念佛开示啊，把这个念佛啊。
退这个六度，我们来开始啊，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那怎么放下身心世界呢？啊，放下就不要执着了，不要执着这个你内心的这些牵挂啦、忧虑啦、烦恼啊，这些要放下了。啊，身啊，自己本身身体，还有身外之物，要放下了。啊，那放下呢？啊，那不是不要了，把它除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身心放下，心里啊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恐惧。啊，放下这个。啊，那么身啊，身外之物啊，需要的人，我们帮助他，啊，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内财啊，那我们奉献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劳力啊，精神体力，啊，我们奉献出来，啊，这个叫放下了。放下不是什么事都不干叫放下，那不是这样的。我看海鲜老上，那为什么能活到112岁自在往生啊？他的修给我们看了啊，他不是用讲的啦，啊，做给我们看啊，给我们做正转啊，给我们证明。啊，那么越布施啊，他身体就越健康。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他虽然没有在讲经说法，但是他生活当中那些跟人家对话讲的，你看呐，啊，他不是活生生的表演给我们看吗？啊，我们看到以前那个公案呐，啊，书本上的记载，现在这个借用这个科学工具啊，录像啊，录下来，啊，我们看得更亲切了。啊，你看呐，啊，他这个光碟里面，他放生啊，印经，救济穷苦，做这些事情。这就是布施啊！布施他不执着啊。有一次啊，啊，这个居士啊，啊，送他一个戒指啊，他金的，他也把他接过来了啊。为了让这个初学的人啊生欢喜心，他没拒绝，收下来了。那个即使走了啊，然后交给旁边的人啊，但是我是用不到这个啊。那么持戒呢，我们看海贤老上啊，啊，你看啊，他讲了一句话了，他让我们去深思啊，他就是说啊，你不来我不怪呀，啊。啊，说你不来我这个小道场啊，我不会见怪你。啊，那来了呢？来了必须守我戒啊！我戒就我们做道场的规矩啊，你要遵守啊。啊，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啊！我们走到任何道场，那每个道场都有它的规矩啦。啊，我们要去遵守。那个道场的规矩，这个就是持戒啊！啊，所以持戒除了这个有明文的戒条之外，其他这些通通属于持戒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六度这个持戒是广义的，啊，是广义的啊，那包括了风俗民情啦，啊。
风俗习惯呐、这个儒家讲礼这个礼呀、你要能够随顺世间的礼节在佛的戒律里面讲叫随方毗尼呀、毗尼就是戒，随呢要随顺呐、各地方的这些规矩包括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那规章还有风俗民情他们的习惯我们看这个常理几要我们前面学习过常理几要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门问会你到其他国家去要先请问要先了解这个国家有什么禁忌哪些禁忌我们要避免入境到任何一个地方要知道他们的风俗习惯每个地方它的风俗习惯不一样那么我们到那个地方随顺它的风俗习惯那个地方的人他才欢迎我们否则人家就不欢迎了那这个也是戒所以此地六度这个戒它是广义的除了有戒律条文那这个要遵守包括这一切所以是广义的它不是狭义的这个通通属于此戒就像海贤老上讲的这就很具体的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你要来我这个道场住在我这个道场你要遵守我这个道场的规矩规范那你不来我不会怪你既然来了那你就要遵守你看海贤老上他示现持戒布施持戒忍辱呢那他表演给我们看了这个在光碟里面讲这个收电费的电工那个月他看了那个费用那好像比上个月多出很多了。他问了那个电工一句话这个月怎么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因为他们道场很节省的啦。那也不会乱用电。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那个电工这个二话没有就给他打两个巴掌。那旁边的居士看到了跟这个电工理论了那海贤老和尚就把他制止了就算了吧。他打我给我消夜障吐痰吐在我脸上要让他干了。不跟他计较了。他也不生气可见得他这个忍辱功夫到家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也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因为我们走到哪里处处都要忍。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地方都有不顺人意的人事物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俗话常讲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那为什么不如意呢那个还不是我们过去今生自己造的业
啊，所以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能够忍辱，那就消业障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大家的，消业障最快的方法就是你能修忍辱。啊，人家无端侮辱你、诽谤你，甚至打你、骂你，像海鲜老上啊，问他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呢？就被打两巴掌，他还啊，赶快啊，钱掏出来给他。那不跟他计较了。那我们如果这样修啊，那也是真的是消业障啊，因为我们过去总是有造一些不善业嘛，啊，因缘际会啊，要偿还呢，啊，人家对不起我啊，过去是我也曾经对不起他啦，一报还一报啊，啊，明了因果啊。那么心就能够安忍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个人啊，他没有做错事，平白无辜啊被污蔑啊，被毁谤，那当然啊，我们被人冤枉啊、诽谤啊，那这个是一般人都无法接受的啦，受不了的。但是啊，如果能够修忍辱啊，你把那个业障消掉了，后面福报就来了啊，所以。平白无辜的受到诽谤、受到污蔑、受到冤枉，他能够忍辱，忍受这些侮辱，去承受，那业障消了，那后面福报就现前，那子孙往往造化了，他的子孙就发达了。所以那这些诽谤好不好呢？从现前看是不好，从后面的后果看啊，那很好啊。如果知道后面那个果报很殊胜，那就会感恩这个诽谤的人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写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对任何人都感恩。对障碍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欺负我们的人、打压我们的人都感恩，因为他帮助我们成长啊！没有这些逆境啊来磨练，我们很难成长。一般人看起来不好啊，不是好事。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那是好事啊。从后面呢果报来看呢，是好事啊。释迦牟尼佛啊，如果没有遇到割力王啊，割截身体，那一种侮辱是到极处了，他就不能提前成佛了啊。本来他是排在第五啊，这个贤劫千佛他是第五尊佛，因为割力王啊这样给他这种凌辱。他是忍辱先人啊，割力王这个很无理啊，他在睡午觉啊，宫女跑去听他讲开示啊，他醒过来找不到人啊，结果去找啊，这边听那个人在讲话啊，他很生气了，他问他在修什么，他说在修忍辱，他说好
我看你能不能忍，肉一片一片给你割。你只要说我忍，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忍了，我就停止。那整个身体都把它割光了啊！啊，他还是如如不动啊！他忍辱成就了，啊，提前成佛了，他很快那个身体又恢复了。啊，所以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不好啊，所谓啊祸福相成啊，啊祸跟福它是互相依附的了，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所以这个修忍辱呢，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也必修的功课了。那么在修忍辱当中，我们总是要明理啦，你明白道理你才能够安忍，不能忍的呢也是纵然忍下来了，忍这一口气心里还是不平啊，怨天尤人，心里还是不平啊，心还是不安啊，所以必须要明理，这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知法啊，这个讲到，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明理是比事上改更进一层的功夫了。啊，事上改就哎呀，人家骂我，我忍下来，不跟他计较，不回嘴。啊，那这个是事上的忍啊，事上忍啊，总是东面牺牲的、啊。那个，如果等到有一天呐、啊，它爆炸了，累积太久了，那就爆发出来了。啊，所以不究竟啊，这事上忍不究竟。那么从这个理上是遣之啊，不能把它遣散了。理就是你明理了，这个道理通达了，所谓心安理得了，理得心安了，道理明白了，道理你得到了啊。像我们现在学习蔡老师的《情书制要》啊，我们听明白了一句两句。啊，学习雪路老人呐、啊，《论语讲记》，学明白一句两句，我们真的理得心安了、啊。啊，遇到种种事情啊，这个道理就能帮助我们排遣、啊、我们心里的疑惑、忧虑、烦恼啊。啊，所以。第二层是从理上改，明了道理啊。那了凡四训也举出几个例子的啊，比如说你喜欢杀生，喜欢吃肉啊，那为什么要戒杀吃素呢？动物都有生命啊。啊，我们要怜悯心呐、啊，要慈悲心呐、啊，他也是有知觉的啦，也是贪生怕死啦。那我们人贪生怕死，动物也是一样，跟人一样贪生怕死。啊，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口腹啊，这个三寸舌头的享受，那么去杀害这些生命，啊，这个罪过很重，啊，有果报，啊，这因果道理明白了。他这个心就放下了，就平下来了。啊，从理上改，最上是从心上改啊。第一层是事上改，第二层理上改，第三呢从心上改，起心动念。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念头刚刚起来啊，
警觉的快，把它转过来。我们念佛人呢，用念佛啊，把它转过来。念经的啊，你用经的道理去转。持咒的用念咒去转，修止观的用止观去转，修金刚经的用金刚经去转，那个就是都是属于观的观照功夫啊。像这个姜文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经》到最后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一句算是金刚经这个末后了啊，最后面了。姜老居士啊，他把自己修学的心得啊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前面二十年啊修这一句，那怎么关呢？那关了呢没感觉啊。后来有一天啊，他忽然有所领悟了。他说在生活当中啊，无论遇到大事小事，他是顺境或是逆境。顺境顺我们心的呀。顺我们心，我们都会起贪心啊，喜欢啊。哦，这个人啊，哎呀我好喜欢啊，跟他很好。那个人很讨厌呢，那就不喜欢他了。那么他用这一手机器来观，观呢，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不要认真，不要计较。他说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大事小事，他就用这一句去观。后来呢，他就觉得那这样去观，在生活当中去做观，他功夫慢慢就得力了。他说呢，透过这样去观照啊，这个烦恼啊就不断的降伏了。看清也比以前看得明白了。念佛啊，心里也念得比较踏实了。所以修学任何法门啊都在观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那从这个事上改理上改。那么在此啊，建议大家呢啊，多听蔡老师的情书资料360，这个分析的很详细啊，要我们老和尚啊，他定的标准是一样东西啊，听30遍啊，听21遍啊才有印象啊，重复啊听30遍啊，才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调整。对人对事对物在心态上行为上的一个调整，这个都是属于关门啊。那么忍辱啊，从理上改啊，从心上改啊，是比从事上改啊，当然效果更好。那么精进呢，海贤老上也示现给我们看啊，他工作那么忙，一天忙到晚，都在外面工作，他的佛号有没有丢掉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念佛机，心里啊默念啊，他佛号啊不曾片刻丢失啊。你看前面那个忍辱啊，他文革的时候啊，那被迫啊去做生产大队的队长啊，还不准吃素啊，不准念佛，不准拜佛。那他有没有就这样不吃素不念佛呢？
不拜佛了，但还是拜啊。那一大早啊，人家还没起来，他就起来偷偷的拜。他拜完了，人家没看到啊，那醒过来，他拜完了。佛号不准念出声，念出声会被打。他都在心里默念，心里默念他不知道。是是，他这句佛号他没有停过，那是真精进啊。所以精进呢、主要是在降伏妄念烦恼啊。那这个功夫就得力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能够精进不懈怠。这是真精进啊。禅定啊，这个禅定啊，你有前面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心的慢慢的定下来了。修任何法门都一样。其实啊，这个六度啊，跟三学啊，包括前面的三福六合啊，普贤十愿啊，这个实在讲啊，无论修哪个法门，是共同科目了，共同科目了。那么心定下来啊，你才能开智慧。没有前面啊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心定不下来。布施就是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了。内财外财啊，布施，把布施、无畏布施，布施就是放下。不占为己有啊，放下。持戒啊，守规矩。像这个儒家讲礼啊，佛家讲戒啊，那是同样的道理。要有个规则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做事要长远心啊，要忍耐啊，要忍辱啊。这样啊才能精进啊。精啊专精不杂，进啊有进无退啊，就精进。那像我们这个我们老上讲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个是精进。那么透过这个精进，心才能定下来。如果你不精进啊，学杂学乱了、那心不定啊，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教学里面也讲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这个格言联璧讲的就你读书的桌子你不要摆太多的书，摆太多的书呢，看到那一本你要看一下，这一本你要看一下，心就散乱了。你不能专应该一本看完了再看第二本这部经学完了再学第二部经，同时学了好几种，心不定因为呢不专精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提升了。学了很多很杂，功夫不能深入，没有深度所以精进才能得禅定。心定下来，那才能开智慧般若智慧开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前面的五度都是波罗蜜了每一度都有波罗智慧了。所以菩萨呢，他怎么来教化安利众生？
无量寿经讲，法藏比丘还没有成佛啊，行菩萨道、修菩萨道的时候啊，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教化安利众生。也就是说，我们修菩萨的六度啊，菩萨是怎么过日子啦？他怎么生活？怎么待人？怎么处事？怎么接物？就是这个六度，自行化他了。这个六度之行啊，教化安利众生啊，注意无上真正之道啊，般若智慧开了啊，那就注意无上真正之道了。那真就不是希望的了，不是假的了啊，无上真正之道啊，就是无上菩提了。那么在这个六度里面呢，主要是要达到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要修这个菩萨的六度啊，般若经要读。那这个般若啊，我们还没有开启智慧啊，也要学习，来帮助我们前面这个五度。这个姜蔚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分析得很详细，非常难得。可以说相辅相成啊。所以《金刚经》讲菩萨如果布施还着相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持相。那就不明菩萨，这个是《金刚经》讲菩萨的标准哦。起码要破四相啊，后半部是破四见啊，《金刚经》啊，《般若经》讲空啊，那些空啊，你不能去着那个偏空啊、玩空、断灭空啊，那就走错路了。空有不二，不能着空。古大德讲宁愿着有如须弥山，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着有像须弥山那么大，宁愿着有，不要着空。着空就变断灭空了，波无因果了那要堕落了。那着有呢，它虽然执着前面这个五度，他还能得人天福报啊，那他比堕三恶道要好多了。当然标准是空有都不着，那怎么样空有不着呢？你去修六度，就把着空这一面堵住了。那么所有这方面在般若智慧给他照破照空。不要去着那个相，那这样空有都不着，这个才是般若智慧无上真正之道。所以《金刚经》讲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修啦持戒修福他就能够去了解这个《金刚经》的意义了就能够契入金刚般若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下面的普贤实愿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